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4月23日鹈鹕主场迎战太阳，双方上演系列赛第三战。此役不可缺阵，太阳开局一度陷入落后。海耶斯次节遭遇驱逐，太阳抓住比赛转折点，单节净胜12分，建立两位数优势。鹈鹕下半场轰出一波12-0，扭转颓势，双方激战至决胜时刻。保罗连松招牌中，距离助太阳锁定胜局，最终太阳以114-111力克鹈鹕，总比分2-1领先。比赛数据，太阳艾顿28分17篮板，保罗28分14助攻0失误，莫杰19分，布里奇斯17分，麦基15分，克劳德10分，鹈鹕英格拉姆34分7篮板，麦克勒姆30分7助攻，琼斯12分，格拉汉姆12分，瓦兰6分11篮板。本场之星保罗莫杰爆发神级中投至胜前三节仅得9分。保罗莫杰突然发力，他连续送上中投，让球队不断取分，最终艰难取胜。不可缺阵之下，他在莫杰的关键发挥成为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。此役也是保罗季后赛生涯第51次助攻上双，超越基德，升至历史第四。比赛花絮冲突，海耶斯先翻克劳德遭驱逐，后者吃到技术犯规，本场高光暴扣。沙梅特无视海耶斯虐筐先袭攻击狂潮，格拉汉姆送上三分轻松暴扣，英格拉姆空切起飞张哨命中，艾顿送上三分还是能进，英格拉姆高难度跳